去逛3CE 的时候买的一身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裤子，它有两个口袋的设计，然后是高腰的。它最舒服的一个点就是料子很薄，是夏天可以穿的那种牛仔裤，然后又很长。我买了一个 S 码，腰是刚好的，但是长度真的挺长的。我是168高，然后穿了这个厚底鞋，还这么长，和 T 恤的这个粉色字母刚好可以呼应一下，我觉得还行吧。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呀！半个月没更新了，但安是有正当理由的。每次都有正当理由。哎，某个脑子不太好的温同学，因为吃了过期鸭脖，导致急性肠胃炎，连着烧了好几天，直到2周后才勉强恢复的。身体吃不消，我就暂时请假回家啦。先让刚刚复工的我把库存清一清哈。这个视频是记录了6月中旬和闺蜜在一起的2、3天，也算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。那就请继续收看我的快乐生活吧。别看我这儿面色凝重，但其实快乐老家沃格斯这个水果燕麦杯还是蛮好吃的。下面就是一个小型开箱。姐妹们，刚刚我去快递站拿了我618的第一波快递，咱们快速来整一个开箱，一个好评很多的睫毛打底，还有回购了一个睫毛的卸妆膏、卸妆液。我最近真的很想吃抹茶，然后我看外面卖的抹茶都挺贵的，就自己买了一个50铃，想用来拌酸奶吃的。哪位？来来来，我回来了，收到了我师姐投喂的鸭脖，救命啊！我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爱吃鸭货的人，咱们继续搞咱们的事业。啊，这个是我凑单纯的那个棉棒，就是什么化妆啊什么的时候可以用那种比较细头的棉棒。这个是我买的养生粉，其实也是想拌酸奶吃的，好像是叫什么慢生活食材还是什么的一家店，买了一个5黑粉。好吃快成。我给你们年年都有啥啊？枸杞、黑桑葚、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。1:2:2:2:2，就是说咱们这个，哎呦，长头发的粉粉，九阳的一个小的榨汁机，它是便携的那种。因为我想说那个早上也想喝点东西的话，就直接带到图书馆去打一下。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预想，不知道能否实现，不知道这个东西在我这儿利用率会有多少。如果后面我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再跟大家反馈。如果大家没有在视频里看到它的话，可能就说明它很鸡肋。这个我知道啥？这我买了一个充电宝，我那12 Pro Max 最近续航非常不好，出去玩的时候总是到处去借充电宝，但是现在借充电宝也挺贵的。主要是借方便，但是还要找地方去还，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麻烦。就每次借的时候都是考虑到一会儿要还啊，找地方啊，就非常有负担感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买一个充电宝吧，还是买的这个，之前充电宝就用的这个，因为它比较小巧，然后呢又能当一个充电插头来用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这么大的一个，好，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带它出门了，到了可正时候。行，我现在先去浅浅的给它充个电。好了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。今天南京已经有35度了，咱们就是说已经快融化了。为什么要在这个天出门呢？为了给我的好闺蜜过生日。一年没见的老铁。我今天从我们学校出发，车也可难叫了。然后那师傅跟我说，是因为天太热了，汽油车都不出来跑了，只有新能源车在跑。如沐兔耳。给大家看看我朋友家里这个神奇的构造，咱们就是说这里是一个豪华的衣柜，打开之后呢，并没有非常贵重的保险箱，而是一个马桶。两个人的饭量。那有什么好拍的呀？相机先吃，一点没气势，嘚瑟，这是救命的好吗？不是，你这样讲吧，你这，你这好好讲，我不要讲，我刚想今天晚上。
都已经吃饭了。我那没吃，那没对，那吃那个是我在家吃的。龙虾山好多呀，慢慢吃好吧，比较慢，大概也就是5分钟吃完是吧，请你给我留一点。大家看看啊，我给这个女人拍的多么好看，对吧？美女，哎，属实是美女。然后她拍的我，哎，她拍的我啊，哈、啊，这大粗腿，哎，这眼也不知道往哪儿看的啊，这个哎，行，挺好，挺好。美女一大早就开始卷了。什么叫用面霜打底？就是先涂，我一般不都是先涂。咱们真的长这样，大家去大不差。医生都是我闺蜜赞助，从她那儿薅来的。这口子给孩子嘞，瞅俩又歪。真是不利索，主食敲的有点失败。哎呦，我这样好丑啊，还是你比较好看。这个姐妹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这个角度是死亡角度。走嘞。房间现在只有22度，真的。还穿得这么凉快。知道这是今天的第几场了，咱们要去给美女过生日啦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好了， Happy birthday。 我还没唱完，记得给我放尊重一点。这一天实在是吃太多了，我临时决定要来加练一节后拳。这会儿在剪视频的我都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卷了。开开心心练完之后，我们就去赶紧奔赴下一场，就是这个坐摩天轮，带着我的一身臭汗。哎，你可以调的哦。知道来了。摩天轮可以自行调色，哇，这个好，这就是自然光呀。对啊，这个好呀。不要染色了吧。哦呦，感觉我们俩一顿猛拍，什么景色也没看，然后拍完之后就开始修图了。
就是一个再接再厉。ADC 你好，碳水大户。我们买了一个抹茶的，还有原味的。如果跳出来就有节目效果了，拉满了，开动。天哪，我的花儿真的开了，救命啊，好惊喜好惊喜。威廉莫里斯、哦、还有果汁阳台，来转过来给大家看看呢。哦，好棒好棒，这个颜色好美呀，开心。 One week later， 并蒂开了6朵，沾沾喜气。